邻居第一次来我家做客，把他们惊呆了。原来换鞋凳可以放这么多双鞋子，而且颜值这么高的。原来拖把是进水污水分离，并且拖地没有水渍的。原来鞋盒是免安装还这么美观的。原来泡脚桶是可以保持恒温，而且能折叠收纳的。原来吸尘器不但可以吸地面，还可以吸缝隙里的灰尘垃圾的。原来磨脚器能让脚底光滑细腻，并且是防水的。原来除螨仪不但小巧轻便，还是高频双拍打杀菌除螨的。